哎，快走走，快走走。奶奶，怎么不见妹妹的？她去哪里了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可能去她同学那里了。那我也出去玩一下，看看小叶在不在她同学那里。你们不要玩太久，早点回来吧。知道了，奶奶，那我出去了。都5点多钟了，现在还是那么大太阳。妹妹，你家不在这里？干嘛？我在这里玩玩具。奶奶叫我来看一下你在不在这儿。这样玩玩具啊。我才不玩你这些幼稚的玩具，我去我同学那里。阿赞，你在玩什么东西？在玩螃蟹啊。我也玩一下，电台一下哟。小心一点，会夹人的。我根本不怕。我在我家那里抓到了2只螃蟹，是比这个大的，比这大几倍。那我这里还有小鱼仔。阿正，你敢抓这小的吗？跑去你那了。小天，那我们把这条鱼放回去吧，等我玩杜克牌。可以，走，放回去。阿正，我们在这里玩吧。啊，好的。你在这里。那我们玩什么？我们玩七鬼五二三。谁先出？你先出。我出个10。我出个勾。我出个烟。16。小天，我肚子饿了，你饿不饿？我也饿了，你家有什么东西吃？那我们去厨房看看有什么可以吃的东西。我。小天，这里有粽，看一下这里有什么菜。这里有炸面条，可以煮来吃吗咯？可以呀、啊，但我不会煮。我会煮啊，那我就看你的表演了。嗯，去打点水过来，快点呀。啊。其实煮面条很简单的。阿正，要不要煮多点给你爷爷吃？那煮多点吧，等我就不用煮饭吃了。煮开了，快拿花生油过来。哦，这里还有这么一点点呢。一点点，这么少，下次我叫我爸给你拿一桶大桶的。放面条喽。你家有没有鸡蛋？加2个鸡蛋很好吃的。应该没有了。放点盐。拿碗来，很快就可以吃了。过来拿。我等下吃面条，叔叔吃面条了。我们吃完面条再玩那扑克呀。嗯。今天我吃饱了，你吃快点，等我们一起扑克。知道了。我来啦！放好没？没有。谁赢？怎么还没看小仙回来的？怎么压了？妈妈，你知道小仙去哪里了？他去他同学那里玩了。弟弟，我跟你去找哥哥回家。哎呦，妈妈，你在家吧？小天，小天，奶奶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晚了那么回家？哦，知道奶奶。回家了。阿正，拜拜。小天，小天，爸爸回来啦！哎，油拿回来了。怎么拿2桶油回来？上次不是说你同学家里面没有油了吗？我准备拿一桶给你啊。那就要这个小的给他吧。小的太小气了，那小的话我们就留在家里面吃，要拿就拿这个大桶的去嘛，是不是？拿大桶的太重了，我想拿小的下去。那你叫妹妹跟你一起去就得了，是不是？是啊。那我出去了，你晚一点再拿下去哦，现在太阳那么大。
给你们吗？是我哥哥说你家没有油吗？是啊，我家里都没有油了。这是我爸爸叫我们拿来给你们吃的。谢谢你小蝶小月还有你们的爸爸，我说谢谢你，又有油你温暖的司机，我谢谢你。阿正，你这里有玩具啊？我的是枪。我的也是枪。我的是剑。见你个头，不是男的，是男的。阿正，这是你家的厕所啊。阿正，我要这把跟你们换这两把。我看到一个视频是这样的，那老奶奶这样子。阿正，我们要回家了，不要回家煮饭。妹妹走。